秀给你看看孙国豪苦练非人特技，日本人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孙国豪东洋自由行，抱抱食堂唐龙猛刮石头，张卫健在里训坏蔡家红之后含蓄的泪流满面，到底是为什么呢？八卦兄弟曾国城冯凤龙在跑步上当场翻脸，到底是为了哪一招？石文斌当小偷，石文斌当群风侠，棒糖加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棒糖为什么翻脸外公？为什么压头？这些精彩内容全在今天最精彩的今天，拜拜。 我讲话的时候呢，位置好像一直在流动啊！哎，对，哎，不是，我要滑出去之前要记得把我拉回来，不然我就找不到定位了。哎，OK， 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单排直轮的这个溜冰鞋是目前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的一个运动。哦，对，族群最多的。那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特别介绍给大家，星期天抱抱一向就带来最流行的感觉。不过刚刚我们看到他们的表演，大部分。 技巧都是由我们另外这个五位杰出的这个溜冰好手在现场表演。对，哎，不过我发现我们少一个主持人。有吗？哎，阿亮不见了。阿亮呢？可是不是说这礼拜开始由刘汉强担任主？对啊，对啊。我是前天才知道的。今天才知道。哎呦，来了来了！哎呀，哎呀，为了主持节目，来给阿亮鼓励一下，掌声鼓励鼓励。拼也要拼出来，开玩笑。 我们自己还准备了刹车。哎呦，你还可以绕这个大街小巷去做服务，拿一家不通就找你。哎，对对对，一举速得。对，哎，好，我们现在来表演点绝技。刚刚发现他们在跳舞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这样，有拉动的动作。你好漂亮，而且还有人可以这样前后脚这样翘起来，好好会吗？我们有人可以吗？我会翘起来而已。哦，来，我们看看。划不划得过去？我不知道，来试试看，试试看。麦克风赶快先收起来，危险，危险。来，哪一位来帮个忙？好，来。 阿威，你看他，阿威很不甘愿的表情，哎，对啊，怎么办？阿威没有关系啊，你马上就会成为我们地补的主持人。<笑>啊，这个你会啊，加油 ！One, two, three，Let's go！ 哈哈哈哈哈哈！哎，好好，你不是会这个吗？前脚翘起。
起来那个吗？那个也很难。你刚没有讲清楚吗？哦，我没讲，那你再表演一次看看。这一招叫不由自主，哎。好，阿威回去疗伤啊，没有关系。好，来看看。等一下，要有一点，要一点助跑。好，加油。看到没有？很难呢。哦，这样很难。放他的脚，你试试看啊。这样很难啊。前面这样，然后。前面用的是这个后轮嘛，前面用那后另外一脚用的是前轮。哦，这样子，来，麦克风拿的。Go 启泰哥，冲啊！加油！哦！不是这样啦，你看我啦。我是有带刹车来的，我三个刹车站在那里。三个刹车，不要走开哈。来，引擎发动，引擎发动了，欢迎方方方。哎，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子，我懂了，我懂了，完全是不由自主的，对对对，无法控制的。好，哎，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还是要表演点不同的绝技给大家欣赏。对，尤其刚刚看的好像过瘾。他们几个比较厉害，好厉害，特技有没有特技表演一下？哎，跳人呢？我们现在征求志愿军，好不好？来，哎，我愿意躺在地上，哎，因为我待会儿要跳他们。自动处理。阿亮，你今天来了半天也没表演什么嘛，对不对？好，躺下躺下，来带两根这个棍。哎，我负责主持节目，所以呢，我在中间，好不好？嗯，不是，吉泰，如果是这样排开阵阵势的话，我来跳好了。哦，对啊，啊，你随便。中间最容易压的，因为他的后轮呢会那样，这个刹车会这样子给到，给掉。没有关系，你已经有子有女，没关系了嘛。你啊。转转，哎，不会的，开什么玩笑？不，没问题吧？余冠华要跳，哎，对，趴着，你看清楚是谁？看了，他愿意趴着，趴着就先一个人的，先一个人就好。一个人为什么是我啊？那你自愿的，中间的都留中间的，这样比较高哎，比较难跳。行不行啊？行不行？这就要看平常人缘怎么样。对啊。哎呦，来，多来几个，没有问题。要不要试试看？阿亮，不会吧？我以为你要跳我。来陪你。好，现在两个人。你放心。还有谁要跳？好好会跳。好好要跳。哎，你们飞过去的时候，我会在空中访问你们，好不好？来。感觉怎么样？好好。可怕了，有没有听到？摄影棚呢是这个场地比较小，助跑不够。有没有听到风吹过的声音？好，现在变三个人了。你们那一排穿裙子，稍微往后退一点。好，三个人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啊，我为什么是最后一个？你那个刹车下次不要带这么长，好吧？你还好吧？啊，没问题。啊啊，什么事？形状大胆啊！四个啊，那麻烦你们自己好不好？自己好，来，四个啊，自己来怎么好意思？我们主持节目叫人家上阵，要不要抢？不要抢，没有人敢在第一个。其他哥你又去了，现在变五个哎。来靠近，先四个。先叫五个耶，五个人。启泰，你现在要不要起来？加油！厉害！等一下，好好要来了，好好来了。来，我一个人演五个，我躺这样子，好不好？你头降过去。OK， 来。我告诉你，对自己弟兄没有信心怎么行呢？好，我支持你。感觉到一阵凉飕飕的风。OK， 这是刚刚我们的这个特技演出，不过要真的不错。特别劝所有的小朋友，在你还没有这个学成归国之前，不要做这种危险动作。的确，要尽量练。而且看到我们大家虽然穿了这个轮鞋呢，可是我们的护具呢都准备得很好。对，非常齐全。方方是我们国内大家所众所皆知的这个设备一流，技术二流。技术根本不入流，动作三流。
好，来，今天我们在现场。对，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如果穿这个轮鞋，还可不可以跳其他的一些舞蹈？哎，其实可以。因为刚刚只有看他们转圆圈、转圆圈、转圆圈。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但是我们现场其实大家都练了几招，今天在这边表演给大家看看，好不好？花式溜冰，哎，的技巧，好不好？来来来，几种不同音乐、不同的舞蹈。好。哎，刘汉强，教练。啊，教练，你来指导，指导，指导。先哪一种？示范一种 hip hop。hip hop。hip hop。来，看看。好、哦，不错，不错，把那个鞋掌就长在他脚上。对呀、啊，奇怪了，还可以叫要跪就跪。对呀、啊，刘汉强有没有问题？可以吗？刘汉强，在旁边学啊，马上学。汉强，哎，不错，还有 girlfriend。不错，不错，不错，这样子好了，我们两个人来跳一些让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这个长辈大家可以怀旧的这个舞蹈 Tango。 好，接下来我们欢迎台湾区的代表。Tango 明明要暂停的，你们都还在滑。比赛揭晓最后一名是台湾区的代表，他是海芳妈妈小姐，差强人意、啊，你都没有跳，还说呢？哎，换你们了，来，我们再跳一个好不好？现在是这个大家都可以有机会一块，但是在这个之前呢，高难度舞蹈，我们来一个超高难度舞蹈，有多难？多难我不知道，看看谁可以站住。等一下，这个人技术比较烂，我跟你换个位置。哦，真的、啊，好好好。可是站他旁边我很担心，哎。不会啊，我技术不错了。他已经毕竟比较接近肉饼的阶段，我还算高挑啊。我觉得除了要跳高难度，还要表现我们团队的精神，因为在这个前两天呢、啊，大家都这个花精神、花时间去练，都还特别去练过，好不好？来来来，大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邀请我们所有的特别来宾，今天跟我们一块来享受我们的单排冰刀，预备，康康舞。报节目，报节目，来，快，站起来，休息一下，继续。哎，你们两个，哎，挡镜头啊，挡镜头啊，太谈恋爱啊！预备，休息一下，继续欣赏我们的新人爸爸。爸爸Anyway, you can come in for a while and just check it out. We'll do it. We'll play it as it goes.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DJ, Baba! Party on, guys!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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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抱什么抱？抱来抱去，大家抱一抱。对，要抱我们的星期天特刊。哎，赶快欢迎我们这一次的星期天特派员孙国豪。这个什么任务最关键？哦，这次好像跟日本很有缘，又去日本了。又去日本了？对。哇，来回跑这么多趟，真的好辛苦啊。然后去那个洛本基。哦，洛本基就是洛本基，六本木啦。啊，六本木，这样说大家就知道很出名的一个地方。对，很好玩的一个地方，都是青少年朋友，而且很热闹，不夜城。对，听说这个七点以后，日本一般商店都打烊，六本木不打烊。但六本木它还是会假装打烊，因为12:30的时候那个他们的电车啊就休息了，就没有了。所以那些一些玩的人就不然就是要赶快12:30以前要走，对，不然就是待了要坐计程车，那坐计程车比较贵，所以他们那个跳舞的地方他会假装关门。因为政府有规定说12:30要关，其实都还在营业，但其实还在营业到比较晚。而且那边聚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舞厅啊，这些pub 啦，夜总会这些地方，夜生活的地方，对不对？因为那很多外国来的那个模特儿，哇，还有很多黑人很受欢迎，哇，你也是吗？我那天没有涂黑，所以好，有一点点受欢迎。到了六本木，为我们大家出的是什么样的任务？就是去各大这个好玩的场所，然后问他们说我可不可以免费进去游玩。你谁呀、啊？
免费可以吗？就是凭外形，对，要跳霸王舞就对了，看了就看你能不能去。哎、嗯，这种事情我们两人就不跳霸王舞，然后喝霸王饮料。哎呦呦呦呦呦呦！哎，不过这个他要看面子够不够大，看成功了没有？赶快来看一下，看看我们的好豪这次出任务的情况。来，谢谢。宝宝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说顺山的事啊，我还有个子哎啊空棒王的事啊，我现在位于 Tokyo 六本木这一带，非常热闹 Hello。 然后我生于我这个后面的就是那个东京铁塔，很漂亮吧，很美丽，这个地方非常热闹。那今天我的任务呢，就是要去那个很棒很好玩的 club， 然后叫那个管那个 club 的人呢、啊、让我免费进去，然后免费喝饮料，然后再和免费的女哎不是不是啊、再和女孩子一起跳舞啊，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去找 club 到底在哪里吧。Kimacho， 这个区很像非洲。我觉得我是在东京，我不是来非洲，很奇怪。Who are you, dude? Is it in charge?Yeah, you pay 2,000 yen. 2,000 yen each? Yeah. How about 0 yen for all of us? No, if you pay 2,000 yen, 2,000 is for two drinks. For two drinks? Yes. How about 0 yen and 0 drinks? No. There's no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come on, dude. You know, we'll get to promote your club in all over in Taiwan. But the Taiwanese, we may not come here. Taiwan people come here. See, we're here now. You know? Come on.We film your clubs and then promote in Taiwan. Yeah, that's down in Taiwan, right? Had it been just down here in Japan, right? We could just allow you to go in free. But we just been through like three clubs that let us in free like that. Wow, that is the management there, right? Right? Yeah, I don't think it's possible here. Please? No, you are trying to do this to promote your own business, right?Promote you and us at the same time. No, if we have to, you have to contact us, right? We talk about that. Oh, yeah. Okay. You just came in here suddenly, right? So, true. Yeah. 好吧，他也很为难，没有关系，我们再去别家。我觉得他这家很烂，我们走吧。All right, what is your club? Am I coming up?OK. Where's your club, man? Is it, can we go in for free? Free, OK. My boss asking you. OK, you ask your boss. OK， 我们现在走到他们那个大厦的那个走廊里面了。哇，后面有一个功夫人呢，好猛哦！哎呦 ，OK， we're coming。Okay, now he's here. He's not. Are you sure? No, stop. Don't pay up. You know that? We're answering a couple questions. Hello. Hi. Genki desu ka? Genki desu. Will you tell me if there's a very good club that I can go to? English, I don't know. Genki club. Let's see, don't clean.Let's Kingdom Green. Kingdom Key over there. Oh, is it free? No charge? No, cover charge 3,000 for free drink. No, good. Zero charge. Please, we'll promote, maybe, we'll promote your show. I talk to manager. You come. Okay. Maybe. Okay. Let's go. Ow! 很快就找到一个了。他马上跟 manager 这个
商谈一下，我们很有可能就可以进去免费。但是那个男的是男扮女装，跟那个叉叉艺人那个地方很像，我看也是很适合我的。啊！How many of you are there? Including me and all the people back there. How many of all the people back there? That's about 1, 2, 3, 4, 5, 6. Including me, 6. Yeah, you've been coming for a while. Then when I come to Taiwan, I want to hear club free. I wish I have a club lik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Do we get like free drinks and that stuff? You're working, you can't drink. No, I have to drink and it's Halloween weekend. I have to get in the mood. Anyway, you can come in for a while and just check it out. We'll do it, we'll play it as it goes. All right. Let's go. 走开。这个里面哦都不开空调，好热哦。OK， 我们现在去回到吧台那边。We have vampire in the house。那个人呢？呢 ？Kimi。Ne, sumimasen. Where's my vodka? Oh! Yo, cameraman! I got my drink. One, two, three! 新期间爸爸 Party on, guys! Party on, guys! Yeah! I'm now going to the biggest club, I don't know where it is.听说5000块哦，5000块能进去。哎，这是 Bella Faray 吗？哎，找到了 ，Bella Faray 找到了，这个六本木最大的 club。那我现在问一下那位先生，不晓得能不能让我进去啊 ？OK。Find a club. We want to find a club that we have to pay $5,000 to go in. I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Where is your club?Club 价值非常高的 club， 进来我们现在是经过我很会讲话的关系，所以我们进来不用钱，然后一个拍照这么美好画面给观众朋友们看。好，我废话不说了，因为我工作很辛苦，我要好好进去玩一玩了。耶耶！哎呀，好秀气啊，还可以拿汤匙啊。酱油，哎呀，辛苦！那个人已经吃得泪流满面了，你。对啊。大家好，我是曹大厨。我是方大师。哎，漂亮！我们大厨与大师今天要为大家推荐我们抱抱食堂什么样的好菜呢？哎，自从上个礼拜推出这个单元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好好玩哦，好不得了，好好笑、而且这些人呢，自从离开我们的摄影棚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们啊。自从好像有一个特别来宾嘛，也不算特别，我们的主持群、啊、那天吃了我们的这个提供的东西之后，到晚上录影，大家都是。哎呦，那还没关系、哎、你不知道后来回家之后发生的惨剧啊。怎么样？对，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7天当中，他太太没有跟他见过面。哎，这么严重？
味道这么重，全家都是那味道。所以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呢，鼻子的敏感度非常非常的高，哎，但是嘴巴的迟钝度呢也非常非常的高，哎，所以就不知道他们哪个人厉害了。哎，赶快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们。特别来宾来介绍一下，哎，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主持群卜学亮，卜学亮，这是一个七天见不到老婆的秘密。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张卫健。其他哥好，芳芳姐好。哎，其他哥新开的 pop 生意很好吧？哎，你是要逼我这整段被剪掉啊？好，加油！哎，加油！好，还有我们这美女蔡佳红，欢迎。还有我们这位唐文龙，唐文龙，唐文龙可以算是我们新时间报报基本歌星。是的，是的，基本歌星啊！哎，基本歌星，欢迎唐文龙，欢迎，谢谢。这位，好，我介绍。两位大厨，我难得上一次你们这么好看节目，哎，你哪难得，你每次都在，难得哎，开场舞都跳得不好了，就是啊，还敢说你有签约，太可怕了，对呀，啊，对呀，啊，哎，你看看这里，对不对？前面劈个腿练了那么久 ，NG 那么多遍，哎呀，哎啊，干嘛？你赶快介绍他，让他都弄一下，好，欢迎我们的孙博豪。请我们的这个普普呢，先开始，要开始了，好，来预备，哎，我们从第一棒补学量，首先我们第一题是蓝色题，蓝色题，好，普普预备开始吃第一道菜，抱抱食堂开动，先开开，哎呦，一开里面都是味道了，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哎呦，这个东西好吃啊，嗯，哎呦，看得忍不住，好，开始，看得让人食指大动，哎呦，好秀气啊，还可以拿汤匙，大家不能说啊，不能说。绝对不要说这是辣椒，但是可以加点调味料会比较好吃，那味道就混了。下面有点白开水哈，你可以，啊，待会可以漱漱口，不然味道就混了。我觉得你吃整盘味道才够，很辣，要流眼泪。可以了吗？哦，好了，没关系，有味道了啊，可以了，有味道了，请上菜。哎呦。摔倒一个，洋葱，洋葱，答对了，厉害！哎，好，张卫健开始。这个在广东菜里面呢，用的也很普遍，对对对对，这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哎，这很棒啊！好，可以了吗？够味道了，够味道了。上菜。什么？你猜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来的？你要猜是什么东西啊？豆腐乳，臭的豆腐乳，臭豆腐乳。臭豆腐乳。答对了。哟！恭喜，换你了，换你。我先回答一口。赶快冲冲味道。这个好吃哎。哎，其实这蛮好吃的东西。这好吃，香啊。对呀。你可以咬一咬，待会儿就哎。还到杯子里就行了，我们还有一个配配杯。哎呀，可以了，可以了，OK，好，请上菜。呛到，你别怪我。啊，唐文龙，什么比较难猜？有点像什么东西？妹席啊，妹，有点像那个螃蟹，有点腥味，鲜对，海鲜，哎呀，而且是不新鲜的蟹，哎呀，奇怪，蔡佳红新鲜的东西被他一吃，怎么变不新鲜了？对啊，有点不新鲜的东西的什么？螃蟹啊，螃蟹不新鲜的一定是这个腌制的东西啊，对啊，对不对？哎，你猜什么东西？蟹，螃蟹，螃蟹，哎，你答错了。OK， 没关系，换你来蓝色。这是咸鱼。其实刚吃的是腌的咸鱼干。哇哦，哇哦，丢的就好了，加油啊！因为你跟这个孙国豪是很好的朋友嘛。对呀。所以一定要吃这个。哎呦，唐文龙现在心里在想，
没事唱什么歌嘛？哎呀，有酱吗？可以？有酱啊？没有酱啊？这个还配酱啊？还有一点酱，要不要一点酱油？哎呀，辛苦。好，请上菜。有了吗？有了什么表情、啊？我蛮喜欢的，其实。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姜片。姜片，然后上面有点小毛的那一种，还长点小毛的。我告诉你啊，这种能够猜得出来，除了自己呢，感应灵敏，也要谢谢前一位。这位先生你在干什么？唐文龙舌头还蛮大片的。OK， 舌头还蛮长的。恭喜我们的好好，你答对了。对了，哎，好好预备，开始吃黄色的这盘。哎呀，我的妈呀，这是什么绿色的噗噗吗？你通通讲出来啊！哎，这不是绿色的，这是红的。哦，你色盲啊！要有味道才行哦。嗯，唔卖。嗯。哦。啊？哎，好吃。喜欢啊。可以了吗？可以了吗？眼泪要出来，可以吗？可以了吗？有味道了。OK， 请上菜。来，什么东西？唐文龙，知道，我知道，什么东西？那个味道跟吃的时候不一样，看他的脸，眼泪飙下来，知道了。哦、oh. ，那个日本料理里面放那个绿色那个wasabi， 对，芥末，对，芥末酱，对不对？是生鱼片的。哎，恭喜唐文龙这次答对了，而且好好吃，来来来，黄色那个。哎呦，这我最喜欢吃了。哎呀，好哎，哎好吃哎，你分一点出来好不好 ？OK。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吃太少可能没味道，你把整盘拿起来，那个扫进去，比较快速一点，好不好？有味道了吗？觉得自己的嘴里有味道了，够了啊 ！OK OK OK， 来预备，请上菜。蔡佳宏，我没有闻到任何味道哎，头伸过去一点，头伸过去一点。唐文龙的头要伸过去一点，我大概知道了。唐文龙吃了什么？虾子的，有沙茶的味道，怎么了？沙茶不会有这个味道啊！烤虾子啊，那很腥哦。不是不是，不会很腥哎，我只闻到沙茶的味道。反正是一种喜欢的味道。咖喱在啊？咖喱类的。咖喱沙茶。咖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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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喱，好，咖喱。这个答案是咖喱里面还有些什么？可是我不知道，我只闻到咖喱味道嘛。咖喱就算你答对了，漂亮。OK， 请用餐。好，这什么啊？这个我好吃。哎，不能说，不能说。哎，这我也喜欢吃，是好。奇怪，我怎么都喜欢啊？哎，好吃，你没有不喜欢吃的东西。是的，对这个对身体蛮好的。你要不要多吃一口？这其实是好东西来着，哎，我们制作单位啊，在买吃的东西上不惜工本呐。对呀。唐文龙，你在干嘛？拿过去看。OK。好 ，Ready。来，请上菜。Dicky。倒啊！你靠近一点，那你不能做人工呼吸啊！人家嘴嘟过来，他的。我就闻到他的唇膏的味道。那你先帮人家把唇膏舔掉啊！那唇膏什么味道？草莓的吗？你拍吻戏啊，张卫健。好，去蛋糕，蛋糕对不对？什么样的蛋糕？你闻到什么味？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你闻味道还分得出来是生日蛋糕啊？厉害呀！哎呀，确定了？确定。答案讲那么多，我们就算他答错了。这答案是 cheese， 它是 cheese， 而且是 cheesecake。No， 那 cake cheese 就是 cheese。
哦，咸的 cheese。OK， 蓝色的，黄色，哦，黄色的东西。我，哎呀，哎呀。天丝哎，你看他眼泪，眼泪都流出来。这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No, it's a kind of food.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眼泪都流出来了。请上菜。哎，同样的话，带着眼泪过来。闻不太出来的感觉，你不能叫他再吃一口，就咸咸，有点咸咸的味道而已，感觉是。猜猜看是什么？什么？咸咸。那个人已经吃的泪流满面了，你。对呀。咸，很咸的那种。很咸的。那种酱菜是不是？咸的酱菜。对，张卫健刚吃了一口都吐出来。黑胡椒牛排酱。黑胡椒牛排酱。他眼睛有流泪的感觉。有流泪对不对？觉得应该是胡椒。对对，酱。OK， 黑胡椒牛排酱，对不起，卜学亮，你答错了。OK， 来来来啊，大家辛苦了，来各位，哎，赶快喝点水，到前面来集合，来来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的比赛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非常辛苦哦，今天真的很不容易。张卫健这一盘究竟是什么东西？张卫健这一盘是豆瓣酱，这腌的豆瓣。有人帮我出来吗？大豆，对啊，纳豆啊，这是日本料理里面的纳豆，哎，腌的咸纳豆。现在我们要公布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成绩，哎，今天我们这个好好答对了一题得一分，唐文龙一题得一分，张卫健一题一分，卜学亮没答对半题零分，蔡嘉宏答对了两题，恭喜蔡嘉宏。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得到冠军就要有好处。当然，在上个礼拜的我们的冠军呢是于峰，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得到了这个价值12000元的臭豆腐大餐。哎，经过我们爆爆食堂推荐，他就去吃这个大餐，享用了一顿。哎呀，好高兴！真的，对呀，意犹未尽。哎，家里臭了足足一个多月。我们来看看他吃的情形吧。来，我们来看看。真的是人间美味，恭喜蔡嘉宏。在下礼拜呢，我们会给观众朋友们看看你这礼拜吃了些什么东西。对对对对对，哎，因为你今天是冠军，而且我们的这个游戏有个规定，哎，只要你得了冠军，你就一定要去吃，哎，去吃。对，我们会送你，我们会送你一顿好吃的。哎，这顿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特别田园野味，是害虫大餐。什么？蟑螂蚂蚁类，我不要去。刚刚不是你冠军吗？没有，张卫健刚不是你冠军吗？没有，叫张卫健去。恭喜蔡嘉宏，恭喜蔡嘉宏，恭喜！哎，今天我们也谢谢我们的特别来宾，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大家继续欣赏我们的星期天抱抱。女艺人穿调整型的内衣，棒棒棒！有拢过鼻又拢过胸的是哪些女艺人？快点，马维新啊！怎么样？我想，我必须告诉大家，马维新。星期天，爸爸。
听闻，这一期资讯，欢迎收看八卦周刊。跑步机那就知道八卦周刊呢，要请我们的特别来宾好好的跑步一下。对啊，我们这个单元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跟责骂了。小这个变成主要是因为观众朋友呢跟我们一样都很喜欢八卦。对，嗯，哎，今天我们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有什么特色呢？都蛮厉害的，因为是男孩子，所以这个特别喜欢八卦一点。体力上是没有问题，体力没有问题的，绝对没问题。是您节目主持人嘛？对对对，嗯，曾国成嘛，打篮球不错、哦。然后另外可以灌篮哦。另外一位听说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怎么讲很浪漫呢？对，他听说前阵子就是当众在摄影棚跟另外一个女星求爱，真的、啊？那你还搞不清楚前一阵子，那他也有一段恋情啊。他每隔一阵子就有一段那个新的发展，真的。结果我们在这边就八卦起来了。对，因为他主要就是我们八卦新闻制造者。哦，原来。赶快，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特别来宾，曾国成、冯光荣。哦、我太了解曾国成。听说呢？比方说，我朋友的妹妹啦，嗯，跟他的朋友啊，发生了跟他的事情、啊嗯、然后都会从我这里进来，然后我绝对不会从这里出去，我都从这里出去。好厉害，广播站嘛。哎，你要回人家这样子，对啊，回他一下。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不出话来了吗？拼一下。我这个人的个性是这样子，逆来顺受惯了、哦，就是不说谎。基本上我不喜欢说人家是非，他就是是非的，我还去说人家，这个变我自己是是非人。对对对，这曾国成就很厉害，都讲是而已，非都留给人家讲。对啊，他有这个习惯，平常一天看几份报纸？大概不多，三份左右。三份，那都看些什么版？八卦版。好，太自然了。哦，行家，真是巧了，哇。我很少看报纸哦，因为太忙，最近太忙，我都看他的八卦版。哦，直接制造新闻，直接有人告诉我，打电话。你铺的屁，真的。什么叫你铺的屁？铺的就是放的意思。少来了你，我的八卦新闻很少，好不好？那我怎么知道这么多？你就是爱八卦，你才会知道啊。比方说，好，两位这样好了，不要有火药味出来。我们一问题目就知道你们两个见真章，谁比较八卦？哎，现在请麻烦两位扑着你们的身体站在跑步机上面。今天因为是男生，体力比较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放水，该加速的就加速。来，请暖身一下。好，我们要开始发问了啊。请问张清芳剪过哪里？来，冯光荣，眼睛。剪过，咱就说眉毛。他的大腿或大手背。曾国成答对了，冯光荣加速。据说胡佩莲最近也卷入三角绯闻之中，请问两位男主角分别是谁？好，又按一次，那个唐文龙。还有呢？还有一个。温兆伦答对了，曾国成加速，加速啊！你认为最爱在 pub 搭讪的艺人有哪些？冯光荣，冯光荣先爱，冯光荣先爱，曾国成，还有呢？还有那个杨颂恩，哦，你出卖太多人了，金聪的那个，都是你好朋友嘛，没关系，还有一个，还有谁？叫做倪启敏，哦。哎，就上节目啊！哎，继续跑。冯光荣，申诉，我要抗议啊！没有，曾国成这一题算输了，人家答了三个嘛。哎，我还没讲完呢、啊，我还没讲完呢、啊。哎，冯光荣是天字第一号，第二号，董志成先生。还有呢？第 number three， 宋少卿先生。好，那两题呢都算对了，因为他们一人提供了三位。不错。据你所知，有哪些女艺人穿调整型的内衣？冯光荣。棒棒棒。我救你，这个答案不是冯光荣吗？谁呢？李方文。为什么知道是李方文？你偷看人家换衣服？不会吧，被发现了吗？还有谁？冯光荣，那个很胖胖的那个叫什么？周美仪，对，周美仪，因为胖啊，他买不到那种调整，他可以定做啊。对不起，他是用麻绳绑的。梅姐，我没讲错话。麻袋好不好？
请问有哪些女艺人上节目喜欢展现身材？郭富城，我们周边的很多。你是本来想，可是因为年纪上就。加速。不是，对啊，我是说，我不是说你啦，展现徐华凤嘛。徐华凤。徐华凤她是这个中国小姐出身，她自己就很欣赏自己的身材。身材本来就很好啊。哎，蛮好的。来，冯光荣加速。我还没打呀。徐若瑄呢？这个多漏啊，很少上节目。哎，真的，他们徐氏姐妹厉害了，真的厉害，好漂亮，对不对？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冯光荣打错，冯光荣加速，对不起啊。你认为除了周美仪之外，哪位年轻的女艺人最需要减肥？郭富城，一讲就三个，小象队吓死。我一讲就三个了，对不对？对，小象队是三个。恭喜你答对，冯光荣加速。年轻艺人当中谈恋爱可是报纸没登过的有哪些？来，冯光荣，有的没有登的，对不对？对，圈内人谈恋爱。宋一鸣，跟谁？这个宋一鸣怎么没登？那有的没登啊。好八卦，谁跟谁？哪些登，哪些没登？我们把它区分一下，还不会搞错。你讲出来，我们看看登。两兄弟都有啊。这算了，就两个了嘛。那跟谁呢？有的是会飞的那种，教那种的。空中小姐。哎，漂亮。答对，加两分。加五分。真的，那个名字我也不知道啊。那还有呢？很多都是默默耕耘的啊。还有哪些人默默耕耘？郑国成他有默默耕耘的。比如说哪一方面的？就是他女朋友。他女朋友他，啊忘记了，他威胁我，用眼睛瞪我。我有时间告诉你啊。好，那两位都请下来吧，我们看看正确你们的这个揭晓成绩要揭晓了。冯光荣9-9，那没办法，请继续跑一下，我们要问胜负问题。追加题啊，一定要胜负，分出胜负。来问你，吴先问。哎呦，这样子啊，那请问圈内呢？啊，割过双眼皮的人啊？孙兴。孙兴嘛，对不对？真的啊。林瑞阳。林瑞阳割过双眼皮啊？你看他的眼是不太一样，看起来像割的，很漂亮的双眼皮，你看起来像有，你很奇怪，你也有啊，我这个怎么会是割的呢？有割一大一小，我说你不是割这个，你是割什么？哦，是孙兴跟林瑞阳，林瑞阳，还有呢？曹兰，还有呢？你讲三个了，那可以了，我有，你也割过了，不是我讲，我看我讲啊，文英阿姨。乱打加速！我跟你讲，不可以这样乱打。好，那我也问一题：孙国豪今天早上从哪一个国家回来的？这跟大家什么事？香港。错。再猜，三次机会。加拿大。错，很接近了。美国。美国。答对了。答对了。这算八卦新闻吗？算哪都不算。自己觉得自己很八卦，去哪里都是重点。是不是都问完了呢？问完了，郑国成11题，那冯光荣10题。双姐，你还少问一题啊？你不是一人在问一题，你还少问一题。我上次一比下去没完没了了，两位旗鼓相当。没关系。你觉得圈内有拢过鼻又拢过胸的是哪些女艺人？冯光荣。真的要讲对不对？我要讲。快点，马维新啊！怎么样？够义气吧？拢鼻拢胸，只有出卖自己人了。少来！你怎么知道呢？这死无对证的话，你少来，不用听他讲。这种绝对是因为只有你尝试过，我们不晓得啊。那我跟你讲啊。啊？谁？拢鼻又拢胸的。或者你分开打也可以，隆鼻有谁，隆胸有谁？不行，刚刚这题目是连贯的，隆鼻的是我们周游周制作嘛。你可能会快要挂了。好，我们的比数呢又不太一样，我们已经分出胜，哎，现在变得没有胜负了，很抱歉，要继续再赢。今天要为这个马拉松赛跑。提供了一个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还不错。对对对，那就看你们的表现了。最后一题了，哎，每个人一定要分出胜负来。对，每个人说出五位
自己在圈内交的女朋友。圈内的女友，谁讲得多谁就赢，谁说完谁就先赢，谁说的多我们立刻求证，越多越赢哦。曾国成，曾国成，圈内的，圈内的。快点啊！所以跟现在有结婚的你很难讲出来，我不可以来。那我要把我们那段抖出来了。好，我想我必须告诉大家，马维新。刚刚才输了一位，哎，从上面摔下来就算输了。我再输了，我再输。你想到我们有一手吧？哎，你是有一手还是有一手？这就是杀手锏，你的题目杀手，答案也是杀手锦，挡不出来了吧？真的吗？哎呦，等我先再讲一下，真的，不录都没关系的。真的是假的？你帮我按了铃，让我打嘛，你管我？哎，冯光荣不可以赖皮。哎，屌了。好。没有了。没有了哈。那冯光荣要不要补充？我啊，我要讲的他已经讲了。跟你的都一样啊？那跟你的都一样？不是啊，他们好兄弟嘛。那我们是姻亲啊。谁跟你套交情啊？我两位作答都是旗鼓相当，但是今天有的按铃速度比较快的，也有统计起来，对，所以还是可以分得出高低来。曾国成呢，体力也比较好一点。我觉得这真的是不相上下，你们两个又很辛苦。对，而且你们两个都够八卦。来，两位请到前面。请到前面。休息一下。不知不觉往前。回到地面的感觉真好。对啊，今天曾国成呢，这个以一分险胜。过慢，周人刚讲的真的，真的是假，没事，没关系啊，没关系吧，没事没事。不过最重要让你们两位那个切磋一下嘛，对不对？各方面，那体力啊，平常也比较少锻炼。我等我回去我得打个电话。麻烦有几位壮汉保护一下。回家的路车很难开哦。不过今天我们的优胜者呢，有一个很精美的礼物要送给他们。今天是有礼物的，有礼物，什么礼物呢？球鞋一双。哦，真的吗？对。什么牌子的？我不晓得。哦，希望你喜欢就好。好，谢谢。那冯光荣很抱歉，你只有车马费可以领。哇，这样不行啊！这个节目给我准备两个保镖，好不好？干嘛？我怕出去很多艺人找我，那我又麻烦。这个大家还是少上比较。没有关系，主要你们说的都是一些报纸上登的嘛，而且都捕风捉影，而且在开开玩笑，没什么紧张嘛。大家各位前辈、各位大哥，别太在意。你在拜好兄弟啊？对对对。奇怪。我今天要谢谢你们两位，也请大家稍待会继续欣赏我们的《星期天爸爸》。我现在不是斯文兵，我现在是神偷兵。我到底是谁？不要，我结婚了，不要。你妈，到底是不是有失忆症啊？是一个充满爆炸性、娱乐性、资讯性非常良好、非常正点的一个节目，叫做《笑星》。家里紧叹气做什么呢？无聊。无聊要想办法解决，要有建设性。哎，不如这样，外公呢？今天利用短短的篇幅，最多不超过两个小时。外公讲讲这个当年呢，这个八年抗战的时候，我今天就讲着徐蚌会战这一段，好不好？老套。哎，那我们来玩成语接力。伤脑筋，真的好啊！有趣。哎，这样好了，我想到一个很好的构想，我们大家来大扫除，好不好？站住！一二三，木头人！一二。搀什么扶啊！外公
当年打徐蚌会战的时候，这种跟斗翻过六七千的。没事吧？没事没事。大扫除要不是干嘛逃难？你们全部逃什么逃？哎、又紧张了。什么问题呀、啊？哎呀，礼拜天你叫我们大扫除，哪有这个心情？全家每天都这样子啊。就是啦，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好吧？哎，想点什么事儿来做做、哎。好消息！哎呦，什么好消息啊？我跟你讲，我买新车了，我带你去兜风好不好？兜风兜风哎。好啊。买新车了、啊。对。哎呦，可以做我们一家人了、啊。可以啊。哎呦，婆婆真是我们好朋友。哎，那你新车等一下，借外公先这个开开兜兜风好。爸，你会开吗？开车呀，外公。开什么玩笑？徐蚌会战之前呢、啊，哎，我是战车的车长。那这样好了，我带你车先借你开，好不好？哦，真的。走，那好好，我开车好不好？我带大家兜风。好好好，兜兜风哎。哎呀，我驾驶不了了。哎，走，哎呀，好久没出门了。不用帮眼罩了，是安。嘘，现在不是斯文兵，我现在是神偷兵。这边没有人，我来偷东西。车就不见了，你少讲了，我气死了，我才在旁边停一下而已，停一下就被拖走，莫名其妙嘛。哎，对哦，对，本来就不对嘛，这种事情就不对，我又没有阻碍到交通啊，干嘛把我车拖走？哎，对不对？不对就是不对。不是，我说家里不太对。吃饭了，吃饭了，那我就先回家，不打扰了，拜拜，一会儿见啊，吃饭吃饭，吃饭。呀，真的有小偷哎、啊！哦，他怎么会是小偷呢？他是帅偷。你有什么问题啊，波波？什么叫帅偷啊？就是很帅的小偷嘛。哎呀！哎哎哎哎，你是小偷是吧？我不是小偷。你不是小偷，不是小偷。那你到底是谁了？你到底是谁？对啊，你是谁？我到底是谁？嗯。我到底是谁？不要，我结过婚了，不要。妈，你是不是有失忆症啊？什么失忆症？根本就是装的，是小偷。哎呦，光堂，你不要那么凶，把人家吓。你们都问我为什么知道我们家里有小偷啊？对呀，说也奇怪，你怎么那么厉害？奇怪，好厉害，会抓得到人。好厉害！哎呀，为什么家里会有小偷？你知道呀？很简单呢、啊，家里太乱了。你们家一直都很乱呐、啊！怎么家一直很乱？不对的，我跟你讲，这边呢，原来还有三包零食。哦，哎对哦，芒果干少了一片。好厉害！我拿出来呀！有事，抓到小偷，我们赶快的把他送到警察局去就好了。你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干什么？这样子好了啦，我看了、哦，我先把他带去那个警察局报那个失物招领啊。六个月没有人来领的话，他就是属于我的了。哎呀，这个小偷什么味道？我厉害！好了，不要闹！我跟你讲，抓到小偷呢，不管他有什么毛病，我都有办法医他。失忆症是不是？嗯，来，好好，哎，抓正面，抓住，趴桌上，趴，不要动，屁股用力。你要干嘛？
一二三。哦，等一下，不要吵！哎呀，发生状况了啊！那个那个，回来！哎呀，不好意思哎，年轻人，针头不见了，我帮你拿出来。来，不用拿，不用拿！不是，我跟你讲，你还要帮我点吗？这个老人家手脚比较粗啊，我这拿不出来，你自己用力哈。哎呀，好了，那就搁这儿啊。哎，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施文斌。哎，你看到没有，本名都跑出来了。你叫施文斌是？唱首歌来听听。哎，唱首歌。我深深地爱你爱你，我深深地爱你。外公，你到底还打什么针啊？你知道了吧？你看看这个针筒，哎，这上面都是蜘蛛网啊！这个针筒啊，我珍藏了多少年，今天派上用场，难得家里有小偷光临。这是徐蚌会战大碗草，我认得的那个军医朋友给我的一个叫做石化针，打下去就说实话。哦，吓死人了！徐蚌会战他们早就过期了吧？你这样打完，不但有失忆症，还得了幻想症呢。什么失忆症、幻想症？古古，你不要在那边瞎操心好不好？我都有办法把它治。哦，不会吧？看我的啊！哦，他会得失忆症、幻想症。幻想症的人，只要头部再受一次重击，80%都可以不药而愈，好不好？对，我承认，我是小偷。看，承认了吗？小妈厉害，小偷。太让我失望了，怎么会是小偷？这么帅的小偷呢？你有完没完？人家真的是小偷啊！好吧，抓到小偷了，给我们逮个正着了吧！对你还有什么话讲？临时拿出来。其实我是不得已当小偷的，为什么呢？我从小无父无母，五岁开始卖口香糖，六岁开始当乞丐。7岁开始当小偷，8岁被人家带进黑社会，一直到现在16岁，我有这么小吗？刘汉，一直到现在16岁，好不容易想改行，做点正经的小生意，没有想飙一个会也会被人家倒会，怎么办？你说？还你嘛！还你嘛！不要再说了，我没想到。老婆，你哭成这个样子，他太可怜了。哎呀，俗话说，女人是水做的。不过这位年轻，听老人一句话，标会不是你们年轻人玩的，下次要慎选会头。是，这边给各位介绍国际互助会会长。谢谢。再提你的会了，好不好？你已经害了不少人了。哪有啦，你传出去提。哎，你说真的说假的？我上个月才跟他两个会。对，没想啊，要慎选会的啊。他太想好可怜，我们就不要抓他，就抓他。就是啊。好吧，既然你们大家都求情，那就算了。网开一面啊，改过自新，谢谢，好不好？谢谢你，赶快去找个好的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的，好的。有空要来做呢。再见啊，沈涛兵。给我抓到了吧！慢着，哎，我说这位警察先生啊，你擅入民宅也不用这个拿点证件来看看，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警察？而且呢，这个使用器械不当很危险，收起来啊！我看过的枪比你看过的路都多啊！你比什么？你比错了啊？不是吗？对啊，要怎么说啊？你吃过的盐比他走过的路还多哦，这样子是吧？听到了没有？我结过的婚呐，比你生过的小孩还多。这位年轻朋友，非常的这个愿意改过自新啊，你就高抬贵手，放人家一条生路。看你们样子就知道，一定是给他给骗了。干嘛？他其实是一个累犯，总共有7865次的窃盗前科。这么多啊！而且他只偷 CD 和录音带。CD 录音带，看看。你在后面看谁开的道？就是啊，你们挡我的路，讨厌！哎，我的 CD 嘛，还有我的嘛，再多都不听了。没有关系，我要问问这位年轻人，
哎，为什么你专偷这些小东西，而且要偷也偷出名歌手的嘛？怎么偷这几个施文斌啊什么？对呀。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要多学一点歌，这样子多充实一点自己，然后我才可以上综艺节目啊。哎呀，好奇怪哦，你要练什么歌？你要上什么节目？要练那么多歌？对呀。五等奖啊？不是，是一个充满了爆炸性、娱乐性、资讯性非常良好、非常正点的一个节目。我没有这种节目。对呀。有。什么节目？叫做孝心。啊，你好强哦！说清楚，年轻人，没看我今天没绑辫子啊？你做梦啊？来，叫做，哎，星期天，爸爸。自从今天穿的这个冰刀鞋主持节目以后，我们五个人从来没站成过一排，而且我们还穿雨衣啊，对，好热，对，好热，汗如雨下。可是今天这真的是全身运动，可是我们的那个位置应该是在这里，位置应该在这里。哎，你不要随便调位置，我们永远不会站在一线上。好，来开始，你听我这样歪的吗？不，我觉得刚刚我们在这个开场的时候为大家介绍这个最流行的一种运动，真的很过瘾，很过瘾啊，非常非常好玩。对对对。不过像还有一种运动呢，是越野自行车，就很多年轻人喜欢骑在这个山坡上，哇，这样冲下来，时速最高可以达到80公里，真的假的？非常非常快，哎，这很危险哎，都摔的那样子，鼻青脸。还有什么样流行的？年轻人就喜欢速度，那有种高空弹跳最快的，哎呦，直接从吊桥上或是高楼这么跳下来，哎呦，像人类的极限挑战，有没有跳过？我跳过一次，真的假的？很害怕吧？也很害怕，眼泪直接就喷出来了，哎呦，哎呀，是那个风的速度吹得你眼泪就流出来，弹起来那一刹那非常的高兴，对，觉得自己又再生了。像这些运动啊，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好呢都知道，哎，我们请这个运动健将好。国外目前流行什么？国外现在最流行一种东西叫 snowboard，雪板。雪板是什么样的运动？它就是像滑雪一样，但是一块板子。一块板子，然后像一个滑板一样。雪板吗？一个就像一般的那种四个小轮子滑板，但是它下面没有轮子，然后就在那个雪地上，就是这样横着站，脚就箍住的。哭就很像是卡住的滑水板一样，所以你摔跤的时候，你那个板子都连着的，哎呦，但是很过瘾。你那个滑水有什么？你的重心啊很有意思，就是全部是靠你脚趾的力量，脚趾头，对，脚趾头，你那个大拇指那边往下压，你就往那边走，往左边，然后用后跟一点点，然后屁股往下坐的话，就会往另外一边走。哎呦，这是很不一样的技巧，也等于是全身运动，很过瘾。对他们说比滑雪简单，但是摔的也是很痛。要跟大家提醒一些事情啊，刚刚我们提到这所有的运动，其实呢都是具有这个充满了感官刺激的。那么年轻人在追求这样的一个运动里面的刺激感跟这个满足之外呢，还要特别顾虑安全，这很重要。所以不管做任何的运动呢，安全配备呢，安全的措施呢，一定要这个非常完善。对对对对，哎，当你是三流技术，就一定要追求一流配备。像我这双，是的。对，最高级的这个100%的高级货。对对对，来的时候呢，上面有英文使用说明，时速不得低于30公里，他到今天还没有达到过这个标准。哎，我这里还有价钱，看到没有？还没撕掉，还没撕掉，好新哦，真的多新呐！哎，好，目前是我的溜冰教练。哎呦，不敢，我溜的不太好，主要是怪他。教的不好，他也不太灵。我的也是好好教出来的。什么？你在乱讲话嘛？你那个是后面那几个教的，你是阿亮教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本来呢也特别要求我们孔锵大乐团全部着冰刀鞋，后来怕乐器全部摔坏，对对对，那就作罢。怕音弹不准，哎，也要特别谢谢我们五位这个溜冰大师，来谢谢。谢谢。Team Rollerblade，谢谢。更要谢谢我们孔锵大乐队，谢谢老师，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感谢您的收看，下礼拜天同一时间别忘了准时收看我们的星期天抱抱。